发心已，学处须修学之相。如是方心菩萨之位，自未调伏，自己还没有调伏，不能调伏于他已，就是不能调伏别人啊。至于修布施等，即作加行，以无修行，则不得菩提也。又说修亦为受戒矣，啊，就受戒之后啊，于彼学处而修学是也。啊，就是发心之后要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以后呢，啊，除了戒律之外，还有很多学处，八万四千细行啊，88,400细行的都又是学处，从布施开始啊，即作加行。方便以智慧，仅随学其意，不能成佛。《大日经》说：“秘密主，彼一切种子者，是从大悲之根本生。”这就说了哈，你看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是从大悲之根本生，这是那个《大日经》上说的，嗯，是从菩提心之因生啊，菩提心是因生，以是六度啊方便而得究竟。啊，成就佛果，具足一切种子，是从大悲心啊作为根本，菩提心作为正因，方便就是六度了啊，为究竟，从方便可以到达究竟啊。大圆满的修法就是方便即是究竟。上师教授是说，总上三句须为智慧方便，嗯，六度二种使得成佛。世俗菩提心，即真正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为名安利啊。圣意菩提心呢，只是个名，假名啊，名声上的安利。须初地以上的菩萨，常依心住空性中者，与世俗地之见相二分一段，心以空性合合为一，如水入水，无有二见，如是有情之心，方称圣意菩提心。啊，这个时候就是你证悟了嘛，证悟了啊，证悟了，并不是证悟了空性，而是证悟了这种空有双应的这个境界，非空非有的，这不是光是空的哈，这我们的自性非空非有，不是偏空的。很多人认为啊，哦，证悟空性啦，就是证悟那个空空的境界了。我以为其实这都偏空了，你已经偏空了哈。证悟空性不是说证悟一个空境，是证的那个是非空非有的，不是偏空的啊，非空非有啊，即空即有。非真实菩提心，假名安立为菩提心啊，假名。非真实菩提心，内外道多于此意误会啊，就是内道也好，外道也好，多在这个地方会误会啊，对这个意思误会。彼以住空性，即是修真实菩提心。彼不解有世俗菩提心也啊，以为安住在空性上就是修真实菩提心。彼不解有世俗菩提心也啊，其实所谓的真俗二谛哈，无二无别才是圣意菩提心啊。圣意并不是在这个世俗之外的啊，世俗菩提心呢，其实是跟这个圣意菩提心呢，应该是无有二见的，嗯。啊，世俗菩提心呢，也可以分很多层次了哈。一般说，一开始是造作的菩提心，后面呢，就是当你任运保任成功了以后，就叫啊这个所谓的真实菩提心，就是你愿菩提心不忘失以后，就可以叫真实菩提心。但这个真实呢，又还不能算圣意菩提心啊，因为你没有证悟这个本性，没有证到那个境界。所以呢，这个大家要注意哈，就是我们修空性的时候呢，不要偏空啊，修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呢，又不能着有，这比较难。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中道，我们怎么修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修假观啊，多修这种假观，嗯，打坐的时候多修空观。多修空观呢，它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去除这种实有的执着。
做事情的多修假观，慢慢的才能够去入中观。现在你一下去入中观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这个本事，是吧？做不到嘛。做不到，你就是先一步一步来，先修空观。我们现在空观都做不到，为什么呢？我们时时都只为实有，是吧？我们看到什么都只为实有，所以我们要先多修空观。我们有时间以来哈，对一切法都只为实有，强烈的我执，强烈的法执，所以说要修空观的，对治这个实执，对治这个实有的执着，所以说修空观。虽然这个空观不究竟，但是它是对治实执的啊，它是对治法，它不是究竟法。空观这个假观呢，也是对治你的实执的啊。就平常我们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看到这个有相的东西，都会执着它是有实有，所以我们修假观啊。这样长期的熏修，慢慢的、慢慢的就会趋入中道。现在去入中道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无垢曾经说，诸菩萨之系缚云何？菩萨呢有什么系缚呢？就是执着了解脱云何？答彼问云，就是回答他的问题了。无方便摄之慧者系缚，就是没有方便的摄之慧者系缚也，即为无助涅槃之障碍，即为寂灭或生死边所系缚也。方便摄之慧者解脱也，这是菩萨哈，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要有善巧方便方便呢摄受众生呢只有智慧没有方便就是系缚，要起作用，不是叫做做空性无慧摄之方便系缚也，就是没有智慧的、没有空性慧的那种方便呢，就是系缚了，就是有执着了那慧摄之方便者解脱也这个慧就是指空性智慧，方便呢就是代表这个妙用，你可以说是妙用就是善巧，就是作用，要有作用空中起妙用所以说你看刚才其实这段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诸菩萨之道总略为方便以智慧二者，一切道各种系之分，皆由福慧二种开出。就是我刚才说了，先要观空性慧还有方便呢就是观假观就是假有，假有呢，那么呢空假不二的时候就是中道了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不能够离开空性慧这样就没有系缚，就是不执着了你度众生不能把众生执为实有，那么呢在智慧的时候呢智慧设置呢用空性慧者呢又不能离方便，离开方便呢那就是也是执着了，也不能解脱也就是方便与智慧双运，福慧双运也可以说是福慧，因为善巧方便就是福德，利益众生就有福德那我们现在利益众生就是要方便和智慧双运，这个离开一个都不行离开一个你就会偏空或者偏有就会偏离正道。宝积经说，须具足施，施就是品，布施等，布施等一切方便等摄菩提心，平常有情亦有能布施就是普通的众生也有布施持戒然以为具菩提心故，不能称道彼岸。所以我经常说菩萨呢叫布施波罗蜜波罗蜜呢说到彼岸呢就是太简单了，其实波罗蜜的意思就是菩提心的意思，所以说布施波罗蜜呢就是有具足菩提心的布施叫布施波罗蜜彼岸嘛，就是这个彼岸是究竟的彼岸，因为菩提心就是究竟的彼岸，也可以这样解释，是吧？我们说发菩提心不就是最究竟的彼岸才叫菩提心嘛，是吧？菩提心是最究竟的心，最圆满的无上的发心，所以说也叫究竟的彼岸，
这样理解也可以。所以说具足菩提心故，那这样发布施才叫布施波罗蜜，否则都不算布施波罗蜜。那么呢，具足布施等一切方便而修一切种子最胜之空性啊，这里说了具足一切方便啊，修这个一切种子，这样才不会偏向那种大乘的那种空啊。初闻的菩萨呢，他还是偏空，他也必须偏空。为什么呢？你法执坚固的时候，你就是要交往过正的，他才能够走中道。你看我们说交往一个东西是吧，它弯到那边去，我们它搬过来搬过了，那一放一放它就正好在中间，是不是？这就是交往过正的，是有道理的啊。我们观空呢，是因为我们太执着实有了，所以对观空啊，然后呢，你不观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正好在中道上，这就叫对治法啊，它不是究竟法。我们因为法执坚固，所以要观空性啊，观万法皆空。这个是一定有次第的啊，一定要先修空观，然后再修假观，最后才能中观。啊，中观还有就近的中观啊，大中观，那还有那后面呢，当然还有了啊。就是一般的出门菩萨的中观呢，它还是属于偏空的，它还要上一个层次啊。所以说它这个空呢，还不是所谓的中观呢。你像中国阴城派的那种中观空性思想呢，还不是究竟的中观，它还是偏空的中观，所以它还有偏的，还不究竟，这是后话了，我们就不讲啊。我们只是告诉你，它还是一个。好像是否定之否定一样的话，这样螺旋上升，即言窍境啊，也是佛经哈，这都是佛经上的话，或者大论上的话啊。说诸菩萨为菩提故而修六度，诸愚痴人为但应学慧度，以愚何须用？是破坏心也，是破坏大乘心要。这就是讲偏空了啊！这种人呢，菩萨呢为菩提故，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呢，修六度。愚痴人呢，就是说啊，只要学智慧就可以了啊，与其余的什么布施啊、什么持戒这些都不需要用了，何须用啊？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啊，我有智慧就可以成佛了，是吧？就具足空性智慧就可以了。但是破坏心也破坏大乘心要啊，就偏空了。所以很多初学门的人就刚开始呢，他是用偏空的这种对治法来对治实有的，但是呢，学着学着我们就执着了，执着这个空性慧了，因为我们都天天观修万法皆空，万法皆空啊，你这样不停的捣鼓呢，然后就菩提心就发不起来了，不愿意去利益众生了，都空的还利益什么众生，是吧？众生都没有了，没有众生了，你还利益谁啊？谁都不想利益了啊。这个世俗菩提心就发不起来，大乘人呢，他不发菩提心，他一定会偏空，偏向空性，然后呢，就会破坏你的菩提心，破坏大乘心要，然后呢，导致你严重的出问题啊，偏空就大悲心发不起来了啊，慈悲心没有啊，不想发心啊，老想着成佛，老想着就是什么顿超实地啦，是不是啊？开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出问题的。所以佛菩萨也是知道众生会出这个问题，就在很多经典上都反复的强调这个啊，不能偏。但是你开始不修也不行，你开始又要修空性，你不修空性，你又没办法超越，没办法进步。但修的修的，你又肯定会执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没有善知识呢，你真的会出问题的啊。善知识会告诉你呢，你不能够老修空性了。你要修假观了，那既言窍经又说，又诸于人为以一法而证菩提，即空性事。那这于人说啊，只要一个法就可以了，证菩提哈，就空性。有些人呢，就是执着空性呢，以为空性就可以成佛了。那观空，能够证悟小乘就不错了哈。这样的人没入外道就不错了。彼等之行皆不净也啊，他们认为啊，除了空性之外，其他的都是不净。上座思想修学施等诸行者
啊，就是思就包括布施等一切诸行啊，是无坚固通达之空性。若有，则足以。他说，只要有坚固的空性，这一切具足。啊，这前面就后面就开始批评了啊。设如是者，则得初地之佛子，即特于无分别智获得自在之八地菩萨。当不虚行，设如是者是批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则得初地之佛子，即特与无分别智获得自在之八地菩萨，当不虚行。就不用再修啦，啊，因为初地菩萨已经证到空性啦，那还修什么呀？对吧？还有八地菩萨呢，就是八地菩萨以无分别智获得自在了。八地菩萨是无分别智获得自在啊。然此非应理啊，这不合乎道理啊，因为没成佛呀，初地菩萨和八地菩萨还在路上啊。那十地菩萨虽各地以施等为主要，十地就从初地到十地，每一地都有它主要的修法，因为初地是以布施为主，是吧？二地以持戒为主但是其他的不是不修啊，然非与举等不行也。就是不是说其他的这个六度啊、十度都不修啦，只是初地的时候以布施为主啊，但是他持戒、安忍、精进啊，然后禅定、智慧都得一样修哈，都要修。你十地经说故，与一地或行六度，或行十度也，特别与八地中。他这里说特别指到八地啊，八地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切烦恼皆断尽。所谓的三界之内的一切烦恼断的一点都没有了，安住寂灭一切细论之甚意时，寂灭了一切细论之甚意啊，这个时候就是八地菩萨已经无功用道了，就是无为了，达到无真正的无为的境界那复由诸佛劝说，这个时候佛还要劝说到，就给他加持灌顶劝他说你这样仅是通达空性不能成佛呀。八地菩萨还会懈怠，还有法执。八地菩萨的法执未断，八地到十地他就是法执，他烦恼没有了，但是他有法执，所以那个时候婆菩萨还要加持他。你虽然没有烦恼啦，但是你这个仅是通达空性不能成佛呀。须观我等身相就是你现在要观我这个佛的身相了，是吧？要观佛的报身相、无上智还有佛的刹土你要观修这些东西。你不能偏空啊！诸界无量我之地等一如所无啊，你都没有啊，你都没有这个功夫啊！我的实力是无畏，你都不具足，故应发起精进，又应视为种种烦恼侵扰未济之有情，亦勿舍弃此忍门。如此劝已，菩萨行犹须学故，依其余则何待言哉？你看这个八地菩萨佛还要劝他呢，还要由诸佛劝说呢，为什么呢？他肯定会偏的。他修着修着，他就都八地了是吧？他是安住寂灭一切细论之深意之时他就肯定会执着的。这个时候还要师父呢，八地菩萨还要师父呢，佛菩萨告诉他你这样不行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汉地的说法。这个不是原教的说法，这个八地菩萨原教的说法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禅宗的说法那开悟以后呢，就是顿超十地，它只是见地上顿超十地，不是说修行上顿超十地。这个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他就是说他那个见地上就是完全在中道上，他那个见地真正的政治正见就是他那个开悟以后的那个见地就是不可能像这个八地菩萨还有佛来劝的，他的见地跟佛一样，就是禅宗下讲开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他这里讲的八地不是我们这个原教的八地原教的初地菩萨他就不会偏离，绝对不会偏向什么空性偏不会的，就是开悟之初他就已经知道了真正的中道最就近的中道他已经悟到了。但是他后面的行持方面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中下呢，他那个见地是高超的，但是他行持上也还是很差的。
就像刚生下来的王子一样的，是吧？除了会吃会拉以外，什么也不会。但是他也生下来，他也是王太子啊，啊，他不是什么宰相的儿子，也不是什么老百姓的孩子，他生下来就是王子。这就是意思，就比喻，就是说他开悟了，但是他还有什么都不行啊，也有这个可能啊。种姓不一样，这就是种姓不一样。人家生下来就是王太子，你生下来乞丐的孩子是吧？或者是富人家的孩子，或者是大官家的孩子是吧？最多就是了不起就是宰相的孩子，但人家生下来就是太子，啊，不一样的，是种姓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见地上就是指这个。为什么说开悟呢？它这个好是好，但是呢，这个也是修来的。你以为你谁都可以生下来就是王太子吗？那你人家生生世世修来的，是不是啊？王太子生下来，啊，你80岁的宰相见了王太子还是要鞠躬顶礼。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谁有这个福？你有这个福报吗？你敢肯定你就是王太子吗？啊，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哈。啊，你能做个地主的儿子就不错了。啊，没做乞丐的儿子就算是有福报了啊。啊，做地主的儿子也不错啊，是吧？看几地了，是吧？十地还是初地也不错了，是吧？初地菩萨的儿子叫地主的儿子啊，初地菩萨的儿子能做就不错了啊。那要是开了悟了，那真的是佛子了，就是法王子了啊！你要真开悟了，那是法王子。那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自以为是啊，就是理解了呢，理解了一点东西呢。当然，对我们修道还是有帮助的啊！你得理解了，至少你道理上懂了，就是不容易偏得太远。这里讲的这个师弟啊，我想都是指这个，就是我们要是从判教上说，就是通教菩萨的八弟，通教菩萨的八弟跟那个阿罗汉就是一样的，没有烦恼，彻底断除一切我执和烦恼。讲的都很远了哈，这就是比较高的啊，你们了解一下就是啊。这个就是知道一下道次第，也简单一点，就是啊，这也是道次第。《五金刚相续经》说：“色或空性者，仅此日不成佛，因果无他故，方便非空性。因与果无他，由此因方得此果，非空性以具方便。”啊，并不是说空性具足方便，为具空性之因，欲得佛果。尚无其余诸方便成佛之方便，非仅此一空性。这个都是一个意思了啊。从初性因果呢，一直到成佛，这个因果都一直贯穿到底。初性佛的人呢，因果呢就是有我的，我做善事得善报，就是我执坚固，但是呢，它也有因果。那小乘的人呢，破了我执以后呢，他的因果就不是这个因果了，是吧？就跟那个凡夫的因果这概念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我了，无我的时候，那就是因缘了，是吧？因缘果报，那一切都是业力的啊，业力在决定。无我以后的呢，因果呢，跟有我的是这个因果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天差地别了。啊，你要是悟到法空了，一切万法都空了，那因果又不一样了，那又更进一层啊。那因果还在，因果好像还是不空，是吧？这个我记得那个谁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也是有他的意思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因为讲万法皆空的时候呢，讲因果不空呢，有点自相矛盾。因为这个因果呢，本身就含有自信的意思，啊，因有没有自信呢？果有没有自信呢？没有自信，你怎么叫因呢？因没有自信的话，就不能称其为因；果没有自信，也不能称其为果，那还是假名啊。所以说，一些万法因缘生啊，这是假名嘛？我说是假名，是吧？所以说，你破了法执以后呢，那讲因果呢，就。又不一样了，它只是个假名而已，不讲因果了，就讲缘起啊，用缘起来代替这因果这两个字。缘起，你看里面没有看到自性是吧？缘起性空，
是吧？没有说因果性空，是不是？缘起性空啊，不是因果性空啊，用缘起，缘起就是因果了啊，因为缘起还有缘起啊，因中有因，果中有果，那就是缘起啊，这缘起还有更深的缘起，那就是无有穷尽，所以说呢，性空啊，缘起性空啊。龙树菩萨在宝曼论中说，大王，佛色身从福资粮身，就是佛的这个报身和化身啊，从福德资粮身，由此因方有此果，唯空性不全具此因也啊。空就是指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无形无相，人这样说啊，这其实还是偏的啊，就是离开了这个报化身呢就没有法身。如果你离开报身化身来说法身呢，这就是法执，是吧？那法身是什么东西啊？那离开报化身说法身就是啊，不对啊，因为法报化三身是一体的，你把它割裂开来说就不对啊。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啊，那离开那个空性慧，你说报化身呢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是故应劝修此福德资粮，大王，佛法身从慧资粮生啊，佛的法身从慧的，以故应劝修此智慧资粮啊。所以要成佛呢，就是两种资粮圆满，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圆满了就成佛了，也就是福慧双修，所谓的也就是方便和智慧双运啊。今天呢晚上最主要强调的是这个啊，不能偏有也不能偏空。偏空的人呢，他就不愿意修福慧，不愿意去做利益众生、布施持戒的事情啊，不愿意利益众生，大悲心发不起来。当你发现自己的大悲心发不起来的时候呢，你肯定偏空了啊，你肯定偏相，即使你悟的是大乘的空性，你也一样是偏空，你证到的果位一样是小乘的果位，你证不到大乘的果位的啊，因为你没有大悲心呢，没有菩提心啊，大乘的果位证不到的啊，你证到的一定是小乘的果位。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我就讲这么多。